松今年是举办了第22届，那今年除了我们万金石马拉松迈向金标章的里程碑以外，最重要来的26个国家300多个好手一起参加竞技，主题还是我们的永续环境，让地球能更好。所以沿路上我们都用很多的环保意识以及环保的材质来提供给我们所有参与这场活动。记得地球只有一个，地球的软化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所以今年除了这个主题以外，另外就是迈向下一个10000步。人生是不断的，今天超越昨天，明天一定要比今天更好。所以万金石马拉松就是一个自我挑战。今天的天气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的选手跑起来不但风景美丽的沿海线，更重要心情会愉悦。那在我们动用1000余名的警力，这一次万金马拉松，相信您跑起来既安全舒适，更重要的让大家能够在我们万里金山北海岸好好欣赏更美丽的风景，还有跑完以后可以分享我们万里杜鹃花以及我们最美丽最好吃最棒的万金石地方的所有的名产。